什么？你也要唱歌？是呀、啊。你是讲种咧田的迄个米会晓唱歌？嘿啊！骗笑的，哪有可能啦、啊？真是的啦，啊，无你来听看卖就知影。欢迎收听咪咪咪咪，咪咪之一，我是妈妈。欢迎收听咪咪之音。每礼拜日早起十点至十二点，伫 FM 107.3南洋电台。大家好，我是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袂晓讲台语就讲华语的林大美。唔呐，会播歌予大家听，嘛邀请你做伙关心咱的农村、咱的稻米，分享咱生活的各种滋味。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点钟特别来宾是临床心理师陈正义陈大哥。陈大哥你好。大家好，大家早安。陈大哥，心理师我总是这样，不知道是要叫医师好、大夫好也不对、你的职称一般来说应该怎么称呼？我像我、是临床心理师、其实我一般来说我心理师分两种嘛、一种是临床心理师、一种是諮商心理师。如果临床心理师一般你去病院看到，就是有超过我们临床心理师在做比较多、如果在外面看到可能諮商心理师比较多、有开、病院里面呢就是临床的、因为病院有病床、这是比较简单的分啦、这是说因为、我们的就是另外的养成教育是不同的嘛、我们一些比较没啊，讲就是迄个心理病理学啦，或是生理学这方面，阮都较侪的迄、个学习啦。嗯哼。所以阮较会去病院内底，因为病院内底有精神科嘛，啊，就咱即卖身心科，啊是一寡迄个心智科这个方面呢。啊，即你甲遐个，因为遐咱顶来讲，咱来住院的一般拢是精神疾病比较严重的，可能忧郁症啊、视觉失调啦、这方面呢他哦，无咧，即马因我进前拢伫宜兰病院，吼，我嘛在倒过宜兰病院啦。啊，尾后我出来了，我家己开一间享受美光心理治疗所安尼。哦，家己做头家，听起来怪怪，唔是，即开治疗所就是治疗所啦，唔是做生意啦。哎，嘛是等于做生意啦。嘛是啦，嘛是啦，嘛是。等于讲家己出来做，即承担的压力嘛是较无同款的。对。啊，咱今仔日会当。请到陈正义陈大哥，我直接叫陈大哥就好啊，好啊，啊，无要叫陈心理师，叫正义就好啊。正义是不？这个正义两个嘛，是当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的名的写法。哦，正吼，我讲是正正当当的利益啊。正正当当的利益，好啊好啊，安尼大家都会记得啊。伊的正义不是正气凛然、很有义气的那个正义，是正正当当的利益。哎，你嘛真高级呢，这个很符合这个现实人生，嘿，嘛唔免拐弯抹角，有该有利益就有利益。安尼心情较会开，一开始想讲听这个文夏文夏，星星知我心，大家变来讲。猜猜第五心，星星第五心、好，星星第五心对，你看，什么人拢未了解我的心，干那星星会了解我的心。啊，那是讲有当下咱的精神方面压力大，或者是一挂度假那正义大哥讲的，可能都是一挂精神方面的困扰等等。嘿，有当下嘛，感觉讲无人会当理解的，有当下就去找医生、找专业的人卡。有当下颠倒是一个青昏的人，会当帮人解决问题，那会变安尼啊？其实吼，阮谈病院内底吼，病院内底是阮，因阮是专业的嘛吼、这就是阮的工，阮的工作啦吼，就所以你来敢讲，你袂都袂负担吼，无定你甲恁的朋友啦、亲情啦讲讲，你讲这人唔知甲我讲出去无，还是我讲讲讲会造成别人的负担？对啊。你来病院找阮的时阵吼，阮会听你讲。
吼、哦、啊你伊刚讲的时阵，阮拢藏伫阮心内吼，我拢袂敢讲，秘密宝盒内面，拢秘密。对对 对, 对，啊你就感觉哦，这袂歹。哦啊、所以就放心给讲出来安尼。对啊，有阵时一寡秘密无讲出来，真正藏久会毛会有毛病，心病啦，对吧？对啊。不过我今天不是要甲这个正义心理师请来这部治疗我家己的心病，无，我不是遐尼啊主事的人，我是要甲伊请来遮。跟大家熟悉做朋友，嘛不是要帮伊拍伊诊所的广告，嘛不是，主要是因为咱伫咧差不多两个月前，伫拜餐头的这深沟拜餐头的时阵，咱有熟悉，这个我才知影讲，哦，原来在做餐的收容朋友里面哦，各行各业都有。我第一个熟悉到这个各行各业里面是属于临床心理师的，所以就马上甲正义大哥你的电话给捞落来，你也感觉讲吼。嘛是奇怪奇怪啊哈！这个年头那做农诶，感觉生活嘛是真多彩多姿对吧？像讲迄个拜餐头，你讲毛熟悉几个新朋友？对对对对啊！就是今麦吼，咱小农是拢为定是为咱这社会各行各业吼，佮倒来回归农村呐、啊。嗯，吼啊，就是有当下有诶，像是家己的兴趣，啊有的大概是伊个职业啦吼，大概拢会。方向拢无同啦吼，啊！即进前我参加两百家嘛吼，爱顺就是有听因咧讲半农半差，对啊、哦对，我是讲，我买当来做看卖啊，对啊，所以我嘛来试看卖啊。不过你这几年来，你的专业是临床心理师来讲，啊，即马佫兼咧做即个友善耕作做产，你这身份演变大概这几年是有真大的变化，是无？这过程是安怎讲？当甲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哦，都要为我细汉讲起吧。哦，安有较久，不过咱嘛是真欢喜听，和你讲看卖咧。是哦，因为我是为家己来嘛哈，系、哦、我家己我住新港嘛哈，啊，新港嘛是一个。农村啊，哦，嗯、就农村啊，吼，啊是讲，阮阿伯啊，阮阿公，因拢咧种田，吼，啊种田，我自细汉就是拢看因咧田里嘛，吼，啊唔过，我本身阮爸爸伫我幼稚园时，阮拢搬去高雄啊嘛，去做生意，啊，所以我对遮个方面就是有一个印象，啊有一个，就是你看大家啊，等于阮睁开时闻到迄个气味吼，拢甲都市拢无共款，啊，所以我心内一直有这个。想法讲，我嘛足想要来学这個，对吧？不过问题是，阮拢去伫都市，阮都拢无法度去接触到这個，啊，正都拢藏伫心内。不过我伫有这个想法啦，吼。啊，尾啊，我甲病院嘛是尾啊出来做工课嘛，读册做工课了，嘛是拢伫无法度自由。啊，结果我就想讲，有一当。我感觉讲，无我家己出来开看卖啊，啊出来开，因阮出来开的时阵，就拢有当爱，会家己找工课嘛吼，爱当排时间，唔免去去用讲啊，你一天爱上几点钟安尼？对对对 对, 對啊，所以我讲，我正出来了，我就较有时间吼，就当去设计去嘛吼，啊设计去讲，对啊，这个时阵拄啊好，会当来试看卖，我有法度去做这个农业无？应当即爿个发展第二专长嘛，对吧？吼、啊，所以讲，我蛮唔知我第二专长是啥。我因为我读册，我定从大学到研究所，我嘛是读心理的方面。啊，我嘛讲我第二专长是啥？无来学小时候的愿望，来当农夫好了。所以目前为止学偌久啊？学做田？学做田哦，学做田，我嘛是其实我是应该是算三年前嘛，吼，三年前我就迄想法嘛，我就去先去。社区大学啊，想要学先上课嘛，吼、哦哦、啊，所以我启蒙老师就是邱锦和老师，哇，大家应该都是大家应该听到，应该大家拢有熟悉 KKF， 嘿嘿嘿，就是大师，是用酵素来做肥，做那个肥料，这样是，就是说帮助我们的土地改善这样子，嗯，啊，就是那时候就跟邱老师去学嘛，哈、哦，学种田、嗯，然后他那时候就。就是他是在推展一种叫瑞岩香米、哦、瑞岩香米就是我们他说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原生种啊，就是有他这、就是一个部落下来的、哦、本来就快已经快没有了，然后就是从部落这样子下来，我们平地富裕起来、嗯哦、啊第一年我的盖厄嘛哈、哦、啊因邱老师哈弄这些自就是用自然的方式嘛啊，所以我嘛，感觉我就是想讲好啊，无咱来用自然的方式啊，所以我迄阵就伫深沟啊，迄边遐，吼，就是干两，啊，尾就干
凉白甲哈、哦，就是那个杨文泉大哥家，那时候是文昌、哦、文昌帮我引荐的哈，对，然后就是然后去就是等于说租了一份地这样子，那我就开始用，就想说，哎、欸，对啊，恢复传统嘛，然后我就开始用就是跟秧苗是跟邱老师拿嘛，哈、哦，然后就也是他也是用人工育苗这样子，然后也是用插秧。然后就是手插秧，对对对对，是哦，所以第一年很辛苦啊，因为没做过，又用手插秧、嗯，就是有点，就是好、哦、那一年，我讲那一年，就是本来我以为哈、哦，就看到一分地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对啊，几分哈、哦，我今麦真高看几分啊，普通啦，不过第一届哦，都调整应该真大，对，我先看我嘛去看，哎，几分地，你讲我像我种卡的田有无，有诶拢安规家地安尼个，啊讲几分尔安尼是还好啦，我是讲啊无，我就炒菜，我就迄天我就。看地徛地宾馆就开始画格子哦啊，对，加画四个方格，然后这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弄完，然后两个小时，因为那时候快接近清明节，那我已经就清明节，我想说啊，我早上应该一分地我就把它种完，然后我下午就要带我孩子，然后我们就要回嘉义去，想得很美好、啊，对，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是连假嘛，记得连假三天，我连假都在。就是连假三天都在田里面，一直种，一直种，一直种。原本就是一点钟、两点钟，一当收工，结果是两三工。对，我说这有点痴人说梦的感觉，对吧、啊？结果这第一年结婚的，啊，而且种的是一个真特殊的品种，去修行，结果是如何？修行，结果因为我刚刚就是我嘛，无啥会晓用嘛，吼，就是弄咧要过咧学嘛，啊，就是一发出来了。发出来结果以最原香米中间掺杂的很多鲜食、哦、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因为我就变成自己手工割稻，手工割稻，全部手工割稻，用手挂在我、啊、大家乡亲、啊、来听看看咧，现在实在就这种变观光的所在欣赏啦，纯粹的欣赏，讲哦，你这嘛是戆人呢，用手在咧挂掉啊，对啊，不得已的。这无我都因嘛唔知道我是讲啊，叫是，我拢叫是足简单呢，所以讲农业、嗯、来从农嘛是一种专业，所以第二专长无吼，意思拢唔知影。啊，打挂嘛是进行布掉外孙嘛是布到第三天无法度讲叫朋友来。啊、叫朋友来，朋友嘛是大家用半波嘛是阿袂用好，是嘛外行的是无？你叫敢袂叫较专业的？遐朋友嘛是来，就是嘛是小农、哦，半农半 X 对，大家互相学习，其实嘛是学了真紧呐，不过爱有机会的对啊。是啊。结果一年无甲你考到呢，无甲你惊到，无想讲，吼、哦，我要是乖乖当来做个滴临床心理师，还是一个专长就好了。结果要是够第二年，够第三年哦。是啊，是啊。是安怎那会想袂开哈、啊？嘛，唔想袂开，这是种伫我做产的过程当中吼、哦，有碰到足侪代志，额外的收获吼、哦，就讲我无讲去挂掉啊，对啊，好挂掉我就当挂啊，我妈跟我爸因来佚佗嘛，嗯，啊佚佗，啊讲啊，就因嘛知我咧种这嘛，嗯、因我妈、我爸因拢是从细汉就拢开始咧做田啦，吼，啊所以伊拢讲啊，你做这要创啥？啊做这有啥物路用？嗯、啊对，就我就刚刚讲你啊，你好啊，做你的工课就好啊，你做这要创啥？我讲无啦，这就是我的想法啦，吼、哦，啊你讲。啊，嘛是不爱得不爱甲讲啊，对吼，得好你啊，你看你变哪，你家己去啦吼。啊，即我妈来佚佗嘛吼，啊讲，啊就问讲，啊你田嘞？讲啊伫遐，啊得我带人去看嘛，讲嗯，啊你这边安怎？啊讲即爱家己刮，家己刮，啊你都挡袂掉，家己都会帮我刮。哦，真的哦。系啊，啊所以讲，我本来我妈，我就累了吼，啊就我刚刚讲，就是我就突然想到说，哎、欸。对啊，在农田遇到我的父母，对不对？嗯、因为我感觉因在乖的时候，刚没说等于因姑少年的时阵，无咧产的，伊嘛是足久无落产哩落做啊。因为阮产嘛是拢袂掉，嘛是拢无落产做，而且落落遐做，你也刚讲，哎，好像又看到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在田里工作的样子。嗯、然后阮妈就跟他讲吼，伊我感觉阮妈是专业的，阿姨讲。讲这人在做田，哎呀那有啥咪？伊讲做者农具的名，讲迄讲爱用
什么秋杯，什么啊，那反正就是很多种农专业的，这农农业的用语啊。对对对对，啊，我听拢无嘛，我就讲哦，豆豆啊鹅，系啊系啊，对吧？啊，就看我妈跟我爸在打咧瓜，我像我爸瓜足水的，我按一就是咱人像咱咧看影片看的迄个，按一个个贴起安尼，对吧？哦，你迄当阵是上大的感动一点是哈。有感动，噶都天气一定是足热足热，啊，佮流汗，佮流目屎，有无？有啊有啊，我真的、啊。我爸讲，我不会，我妈，我爸不会叫我妈去休困，因为我妈讲我要昏。伤热啦，伤热。对啊，不会啊，不会，因我挂起来了后，我无迄个脱骨的机器嘛。哦。因迄迄怕切开机器。对对对。啊，不会啊，我得去加，嘛是阮小农雨勋啊，雨勋我得加照。就甲照机器，啊，毋过就是尾啊，就是因为阮的决定啊，无甲迄个切啊，规拢再去伊个埕遐遐用，用拍切啊，手工日晒，没有没有去、哦、去打骨，拍切啊，去拍切啊，啊，结果拢用家己个车一直载再去甲伊个埕遐咧拍切啊，对啊，这规个过程实在是非常济，爱开时间开精力。心思嘛用真多，那讲你对咱农业来讲，一讲啊，这真正未扶持，对吧？是啊，是啊。不过对你来讲，是一个真难得的一家人在中红，伫咧产业中红。对啊。哇，我还当大概当想象一下那时候心里的感动啊。对对对。因为细汉你可能只是一个梦想，不过有真侪人拢讲哦，我出来爸爸妈妈拢做田的，我自细汉嘛看因遐辛苦，我看了会惊啊，未绝对无可能去想讲哦，搁互爸爸妈妈来田里倒做。其实对你来讲，迄情形无啥同款。因為其实咱讲咱做一婚尔啦吼，一婚的时阵，咩啊讲，就是。不是很大啦齁 对,、啊、对，就是看自己有空闲的时间就努力做看看、嗯、啊，所以不是像一般那种比较大的那个他们比较辛苦这样子。嗯，而且稍等一下要再讲到除了影响到顶一代，你把顶一代拖下水之外，你把后一代也拖下水啊，对吧？哦，是啊。稍等一下来说，是怎么我们的陈正义临床心理师不是只要做心理师再来种稻啊，而且把一家人都拖下水，他到底在治疗了什么呢？等一下再来听，先听这首真深情的一首歌，这是江辉我的感谢。这款人生免着惊，温暖藏在心肝。十点二十四分，你当地收听的是靡靡之音，礼拜日早起十点至十二点，咱听到这首《阮的感谢》，江辉的歌声，明明是伫咧唱感谢，啊，不过迄感情真深，带一点啊悲伤，这都是咱人点点吼，迄情绪拢足复杂的，就是安尼。今仔日咯，有一位专门会当来分析些那人的心思，会这样复杂，伊就是临床心理师陈正义，正义大哥，欢迎你。而且咧，拄只个人已经讲到，甲爸爸妈妈拖下田，唔是拖下水，拖因来依然有等下甲你拿佚佗咧吼，安尼做得惨。是。过来囡仔嘛，一个一个补出来，你嘛真厉害呢！今嘛生三个了嘛，对不对？是，你是来宜兰三年之间个补几个？哦、我安尼讲起来做无礼貌诶，不过你大家听有就好啦。你个补几个？无，我来宜兰，我来宜兰十四冬啊。你来宜兰十四冬啊？嘿，对。哦，对。所以囡仔拢是伫遮出世的嘛？对对 对。三个小朋友，我无宜兰人啊。哦，是安尼，咱的宜兰女婿的对啊。我头头只伫咧算讲，哦，你家宜兰啊，全家伙拢是伫高雄发展，怎奈个遮远走来到宜兰？所以你是为着太太移居到宜兰来？是，应该安尼讲，阮是伫宜兰熟识嘛，阮伫进前伫宜兰病院，阮熟识嘛，吼、哦，啊熟识了，阮就我就是讲。啊、不我老当家。嗯，这个宜兰太有魅力了。对，我相信马西太太也是非常有魅力。宜兰尽碎啊！宜兰尽碎的。那讲这个
你的主要的工作吼，临床心理师，咱讲到这個，其实一方面我感觉今仔日特别当请正义大哥来节目中，有一个嘛真特殊的意义，就是我伫做迷你之音，有当时伫咧看一寡农业啦、农村的新闻的时阵，看到一个新闻，我会感觉心肝安安，鼻啊酸酸。迄新闻讲哦，宜兰县的自杀率是全台湾第一、第二名的，排头顶的就对啊。啊，这听着讲哈，宜兰人自杀的几率遮尼啊高，我也想无，所以我就把这新闻看好详细。这原因哦，大概有三个：天气伤湿、伤冷，还有农药管制，还有年会老化，就老年化社会。讲这主要这三个原因。这我相信，既然已经伫咧宜兰十四年啊，而且工课拢是做个心理咨询相关临床心理师的陈正义大哥，相信你对这个新闻啊，伫咧看的时阵，你的心情应该较理性吼，你来帮咱了解这个情形好不好？你的看法是安那？今麦的人吼。心情不好的人真多，因为咱这個社会一直在变吼，咱心情对袂到啦，吼，咱的情绪什么拢对袂到，有当变化真大吼，咱心情对袂到，而且啊，咱有当下咱的压抑，这压抑的物件，这负向物件一直累积落来吼，过来佫无适的解决，啊，无佮解决的时阵，伊怎？袂输那，伊只佫出来时阵吼，你看袂掉，伊怎出来？按佮伊出来时阵，会怎变形去？本来你是心情无好尔，结果你甲藏伤久，藏伤久，然后变成心情郁卒。迄就无同啊。其实吼，我讲咱即卖，其实咱心理吼，阮做诶心理工作是一种健康诶概念啦。其实你讲今仔啊，心情无好时阵，来找人讲诶，咱心情会较好，这就是一种健康。对，你若是感觉讲，无要紧啊，我会过啦，一工两工即条诶。大概积条了，你唔知道你家己心内迄个负向能量有偌大。到一天的时阵，你阁碰到一件代志，人讲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规拢劈开。劈开的时阵，这个时阵，这個、力量足大，有当时啊，咱人吼会动袂掉。对啊。当然哦，我知啊。这陈正义大哥，你是开心理治疗所，我袂当问你的病患的一寡隐私。不袂当问讲，是有啥物人去找过你？伊问啥物问题，我袂当安尼问，袂使哩。不过，咱会当透过临床心理师一寡经验，咱会当了解讲，一般咱生活中有可能拄着啥物款的问题。伫咱宜兰，咱讲好山好水，心情真开阔，空气遮尔好，做田嘛真舒压。无啦，做田应该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嘛是辛苦的。到底？一般来讲，伫咧你的工作当中哦，一旦了解个人这个分类者吧，大概一旦了解到，但有可能遇到的一寡大问题是啥物啊？安那处理会较好？一般来讲吼，咱那以阮所学来讲啊，其实你讲忧郁症，其实这嘛是一种体质的关系啦。体质环境这拢有关系啦吼、因为有的人的体质就是容易。就是有一些比较容易负面思考、就是比较脆，我们讲比较脆弱，那个特质啦哈。啊，个加单那股等着代志，因为这环境嘛，像他都大米咱来讲是讲，咱这环境有些阴雨绵绵，点点落雨，落雨的时候，当下就是受着环境影响的啊，引起咱心情的较低落。啊，低落的时阵，咱今嘛股无。适当的去摆解的时阵，咱可能就一直扛咧。而且，拄到种环境当中，咱可能做工课创啊咪，人际关系较不好，这样就可能就变成咱的发病的主要原因安尼。对。所以这除了讲你讲拄到问题都。唔卖拢爱积点心肝头，找一个人讲讲咧，或者是有啥物方式家己了啊排解一下，啊舒压一下。是啊，找心理医师吼，像讲去看精神科啦、心理科门诊，其实一般人拢对这个有卡了啊，有一寡迷思，感觉讲无啦，我无精神毛病啦，咱因为咱拢定个人开玩笑讲你迄个神经病还是啥。
因为这种话就很污名，对这个病来讲是真污名诶，给人放一个不好的印象，啊，就造成人迄心肝头真正有需要去求助看医生，等到有压力唔敢去看，所以要安那讲哦，一旦有一寡定拄着诶，这种大家唔敢看诶迄原因，啊，要安那破解较好。今嘛吼，因咱讲好啊吼，咱分嘛吼，咱讲心理疾病，心理疾病足快。包括讲你今仔日困未起，啊，造成一挂影响，迄嘛是一种心理疾病的，可能失眠，嗯，啊，一挂焦虑，吼，你讲做烦恼的，吼，啊是你有当时啊，你感觉讲，你定定想一挂有诶无诶代志，吼，啊是讲，其实到这时阵你要有法度自我控制啦，你可能去看门诊就好啊，啊，有诶是。到尾来怎变作讲啊？伊怎规个人拢唔知啊？伊拢啊，拢规个拢像最近一挂社会新闻，无定定拢用什么精神疾病嘿来就是当成就是说有一些时候他的说辞是这样子。嗯。好、哦，啊，个这个时阵，伊有的人是真嘞，有的人是真假讲，伊就是有精神病在影响他的思考，但是有的并不是，有的只是他的推脱之词。嗯哼，对。因讲什么款的情形，家己会当安那判断哦？感觉讲。上好包括边爱人啦，买当倒判断亲朋好友，会当甲支持讲，那这个情形其实是要求助专业的医疗人员啊，较好。一般来讲吼，咱人吼，咱总是像我是心理方面的，讲诶，人都会自我疗愈吼，你会找一寡家己的兴趣、家己的喜欢做的代志，然后你就是会家己慢慢的心情就好起来。而且你买啊，你有一天你敢讲，我拢常常做这個，但过都无迄感觉，心情一直无好。像比如讲，去看电影，听音乐，吼，还是感觉咱这個，还是出外口行行，心情就好。结果你用这方法的时阵，你拢家己拢感觉无法度，嘛心情嘛一直无好。这个时阵，你得去找较专业的人来讲看卖你的状况，吼，帮你判断讲，你是有需要什么。嗯、对吧？因为咱有当时讲，你讲心理治疗是更深层的嘛。说可能这个人遇到某些失落，或是一些他未完成的事情，但是有时候这个东西，有时阵这个物件咱家己唔知呀。嗯嗯。啊，这个在因公关是在引导者吼，等阿王来帮你看到啊，然后让你能够有机会去看到这样子。嗯嗯。因为我还记得有一句话哦，迄句唔知咱的心理师听到有道理无？伊讲别人的痛苦容易解决，因为痛的不是自己。我讲迄是属于旁观者清的意思啦，对不？别人的痛苦较好解决，因为迄痛是一直痛，我会当较理性来看讲啊，你这样哪处理较好？啊，那当这个痛的人是家己本人的时阵，可能都会较失去理智，对吧？是。安尼这讲这句话到底讲有道理哈、啊？无一的道理啦。无一的道理吼，你真够讲话。不过身为一位这个心理师的专业来讲，你家己嘛一定有家己的一寡生活压力，这是免讲的。所以讲，这个坐禅哦，唔知影对你来讲是不是嘛是属于一种舒压，还是讲其实一带来压力是无同款的。你目前伫咧这两个角色，安那拄到的情形是啥物？已经安尼讲好啊，吼，我坐禅吼，唔是我。应该这不是我主要经济来源啦，吼，对，就咱讲，他说讲半农半差吼，要么我主要经济来源还是我当心理师这个部分。然后其实我刚刚也讲过，就大家来坐禅的目的不干嘛吼。其实我干嘛我来坐禅哦，当然就是小时候的愿望嘛吼。啊，一方面我在几辈我等禅的来底吼，体会做这代志，嗯，真的啊，就是就像插秧嘛，因为我手工插秧嘛吼、嗯，啊，虽然讲一片。一分地无介大，但过当你徛伫中的时候，你会感觉规个真正足快。有无？我都捌，我都有一届，我都插秧插到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插了，我怎么样规个波啊？我怎么样用规个波啊？我到我头起来看，含一撮都还没用完。啊、我都真正的时候，当时真正要哭出来。我哪会安尼？哦，啊，再有当时啊，再佫徛伫边的时候，佫再佫休困一下，佫徛伫边的时候，啊，怎手提鱼啊？啊，徛咧，徛伫水就是禅中，而且你讲讲，四边都无人，因为咱深沟是一个做安静的所在嘛，边样可能拢无人嘛。啊，你感觉哇，天地之大，只有我一人。嗯、对啊，你感觉讲，迄个时阵你就是种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你所以你的心情，对，你的心情就开
开跨起来，安尼对啊对，我感觉啊。有啊！你看，你接触的拢是自然的物件，你手提这鱼啊，啊，甲你人徛的所在，啊，佮四周围，这是真正好的感觉，就咱讲正能量啊！哦、喔，这个时阵就拢入来啊！对啊，对啊。安尼听起来，做禅是等到是一种帮你辅助调剂生活哈、喔。是是。哎、欸，你这种都是讲很多好听的啦，我相信哦、喔。哎、欸，请讲的禅呢，那去一个草。慢无清气，互人念啦吼！啊，这个修行的情形相差，互某念，哎、欸，情绪会无？会发生无？这袂啦，袂啊！我某嘛是赞成讲啊，你家己好就好，嗯、对哇、啊？家己好就好啊！所以做禅是一家人会一起体验的，或者是跟哪里家己念？一开始是拢会去体验啦，啊，后来就剩我一个人。这卡他无心嘛在。因为真正是辛苦的代志，像即马你的田即马进行，你敢赶快要搁种迄个品种？无无，我即买啊吼，我得学乖的啦。种，我就是甲大家做伙种嘛、嗯哼哼，啊，大家做伙修行吼，安尼较比较好一点。啊，不过我会留一些区块，赶快家己自己用手插秧嘛。你意思是讲你的面积有增加是无？无，同款迄块，同款迄块，第三年啊，同款迄块，啊，只是实验的心要是真强的对啊。其实有真侪小农，你应该嘛了解，因是伫过生活，做田爱爱嘛是爱顾修行的量，爱饲鸡，吼、哦、啊，所以迄种压力。应该是不同款。是啊，是啊，所以我当下感觉讲，所以我家己买是去买小农的米回来吃，因为家己种的不够吃啦。我那个你笑甘掉。嘛是会使安尼讲啦，家己种起来，可能修行可能无人的一半。嗯，所以嘛是会去支持小农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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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这当然是因为咱拢真了解伊的种植方式，是啊，知影伊投入的心力成本，對對對所以讲互相支持，对，是真需要的。對好个休困一了，十一点三十九分，咱来听一首会当点禅中央对咧花的一首歌，就是。歌声那响。Mi famiglia di la Cina la rispondo già.听到这个片头，就要知影讲，后礼拜也就是明仔载开始，油价油嘞，是要起价或者是降价嘞？明仔载起五加个。五月二十二，明仔载开始，全台湾汽油每公升是起五加，详细的消息报给你知。时间十一点四十四分啊！你等你收听的是靡靡之音 ，BB 之音啊！这个节目的名称要是讲国语就好，讲台语听着怪怪。啊，不然来听临床心理师陈正义怎么念我的节目名称 ？Hello，Hello， 靡靡之音，你台语变哪里啊 ？BB 之音，听起来袂歹听哦，呵呵呵。这个你的发声，这个声音有淡薄啊舒压，袂歹、哦。可能是做心理师，声音爱让人感觉舒压哈。是啊，就是阮重要的，阮的声音，啊，讲阮的表情啦。哦，声音佮表情拢互你讲出来，你是爱来做这部的人，你知无？因为阮做广播嘛，是真注重声音表情。是。哦，所以表情，你安尼讲着，我都袂收煞，我要甲你研究表情。你这个表情是什么？表情就是讲眼神有无吼？眼神就一定爱，互伊感觉讲你真正有看到伊心内所想的，就是伊会当透过你的眼睛了解讲你真正有了解伊，所以才会当信任你，然后信任你啊，然后就是把心内的代志继续讲出来。
安尼我，你今仔日爱答应我，我翕一张你的特写，我特写，你的面的特写，放伫咧咱节目重播的时阵，米米君 FB 粉丝专页，我会放一张特写，然后大家可以读到这个正义大哥在做心理临床心理师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你，一定要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眼神。好，这样呢又扯远了，不过我想要了解一下。问题是讲哦，你为都市到乡农村，即个临床经验看起来，你感觉讲咱的都市甲乡村的人生活压力压力真明显，差别伫倒位？咱其实咱即卖吼，咱的社会吼是拢足进步。咱你讲不管咱的讯息啥物，拢足侪。你讲都市，虽然咱有当时咱无住都市，但不过咱你看，咱坐首都一点钟就到。台北，对，当体会迄个都市的感觉，好、嗯哦，啊，你都市的感觉，你会感觉，有哦，咱坐车到台北的时阵，我们一个安那讲，就是101大楼遐落车，吼、哦，信义区遐落车，哦，遐就是台北精华地段，啊，所以你会感觉讲，哇，这个咱人呐，足济啊，足行路足紧的，吼、嗯，甲咱遮个无同啊，啊，所以你看，咱遮谈路伊袂少少问。对不？啊，就是啊，大家行过，啊，大家坐捷运就坐捷运，啊，要去对就去对，咱拢无咧少少问的。啊，其实也唔过，若转来咱庄卡，像我捌去庄卡，阿姨也唔捌你，对不？阿婶也唔捌你，就甲你笑一个点头，啊、哦，就安尼。啊，所以我会感觉吼，因咱都市人吼、被咱讲制约啦，就是讲已经伊在这环境当中，伊必须要讲安尼冷漠，嗯，无伊感觉无冷漠的时阵，伊感觉。你若讲你凊彩讲笑吼，那会感觉当作你可能有一挂问题安尼，还是有什么气度安尼？对，想真多。因为咱讲都市吼的人吼，被害妄想拢真悬。所以敢讲农村都较健康。农村一般来讲，咱是咱拢集聚在一起，其实咱大家拢熟悉嘛吼，啊熟悉，当然是熟悉有熟悉好啦吼，讲你有啥物代志，咱大家互相照顾安尼，真这种亲情朋友啊。足紧的安尼，就当照顾着吼。啊，毋过当时啊，安那讲就是，因为咱知影，当时就是人甲人相紧密，有当时就是又要怎么样，又别人的话，嗯，或者说别人讲啥物，咱就讲足在意安尼，嘿、哦、啊，这是无同的所在，一种是变讲话，啊，一种是话伤济安尼。想过头拢会有淡薄仔伤害，对，所以人甲人相处，迄拿捏距离实在是大学问。毋过若讲到家己照顾好家己，这是会当做会到做会好，迄都无简单啊。是啊，所以讲一个临床心理师，伊透过坐禅，啊嘛甲囡仔拢揪来坐禅的时阵，我唔知啊，这到底是给自己找麻烦多呢，还是给自己找快乐多？我相信啊，伫陈正义大哥你，囡仔要做细汉诶，毋过你。做禅这三冬以来，甲因相处的机会真多，对不？是啊。这对你来讲，人生是一个嘛真无同款的阶段嘛。因带互你的有一寡什么款特别的这个记忆，一寡体会无？有啊。这做像我当进前我会带去禅你嘛吼，按着大家走来走去啊，你看到因在走来走去就足快乐的，拢唔免冲啥，就感觉足快乐，因在大家走、嗯、啊，他们捡捡雷啊有无吼？对，伊感觉咱感觉是金宝嘞，感觉是啊，迄无好诶，咱甲淡掉。咱叫伊妖秀嘞，阿囡仔是讲吼、哦、金宝嘞，好可爱的罗罗。还有侬哦，这是田，用这蚕嘞哦，这田螺田螺啊，刚刚做好生，我看到因看到这感觉做好生，讲这咁寄居蟹啊，啊对，差很多啦。对啊，我讲这无讲这食食伊食稻子啦，啊，所以我讲我带小朋友，时阵拢手插秧，时阵我带小朋友去，伊嘛体会手插秧嘛吼。啊，因就是啊，因叫我带因去的时阵，因头先因第一届去是我参加那个梦想新农，我是第二届的嘛，哈、哦，我们就梦想新农说，那也是大家会去体验插秧，啊，我就带两个去，好、哦、啊，带去，所以因就进行那种经验，啊，不然佫带我去我这块田内底，啊，介因我种了了，啊，我看到迄夭寿嘞啊，吼、哦，拢、来走来食我的稻啊，吼、嗯，嗯啊，吼，我讲吼，我就是一边抓起来，一边抓，啊抓，吼，啊抓几手啊，我就啪，
哦，捏爆，捏爆，爆螺拳，对，就生气，然后改，跟捏爆爆螺，对，好啊，然后就是这边，然后就很生气，然后这样子丢，然后我儿子的老大，他说好像，那时候二年级，国小二年级，国小二年级，差不多背会，阿公，爸爸，你为什么要对螺生气？就我突然想到说，他讲这句话，他就说为什么？他是看到我，因为我讲他们的直接的反应，说为什么要对罗生气？罗又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对他生气？我说，对哦，我就想想我们的反思嘛。我说，对哦，我要对罗生气。罗吃我的秧苗是他的命，天命。那我是农夫，那我把它捡起来丢掉捏爆，那是我的天命。那各安天命嘛，就你吃我的，我就捏爆你。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个情绪的东西？对啊，你就是我们只要。做好这件事情就好了，各自都是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啊。对啊，所以我就这种体会，我说，对啊，为什么要对他生气？因为生气是没有必要的嘛。那我就延伸到说，对啊，我们有时候对人，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些东西你生气也不是必要的啊。你只要把事情做完就好了，就各自的天命就好了。有道理耶。对、啊，小朋友就一语戳破了我们有时候很没必要的一些情绪，来的实在是莫名其妙。是啊。所以可以攻破了，你那个情绪嘛，瞬间好起来哈，卖个要求来上去。不过讲到要求能力，要求也还是带着一点气氛。我他是讲好受累了。哦，你讲好受累，我是会记得有一个人会给画要求嘞。那讲这种真特殊的体会，很不简单呢。是，嘿，囡仔弄咱当作伊无啥物代志，其实讲出来是真有哲理的哦。是啊，你安尼家己请一个哲学大师伫身躯边共款。是，你有真爱甲人做伙安尼做事吼？有啊，像我等下甲问一寡代志，我定定等下想着啊问讲吼，人生的价值是什么？等，你一个身为一个临床心理师，你问恁囝。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对啊，这个有趣的地方，因无同年纪的时阵吼，伊回答你的物件拢无同哦。然后我有一天我就问我小朋友，伊讲，因为一年级迄个小朋友，伊就讲，乖乖写作业吧。也人生的意义就是乖乖写作业。对啊，伊感觉啊，讲伊那乖乖写作业时吼，伊可能会当获得比较多的东西。哎呀，够后来够有上面改变。你那变四年级什么敢问我？讲比较社会化一点啊，就是说可能要把功课读好，然后去考试考好这样子啊，就是生活压力越来越多啦。对啊，所以我讲，就是趁机会说人生，我有跟你讲嘛，人生价值不是安尼尔啦，就是讲不是干安尼干干伫你的伫你的一挂学校科业尔，你可以当学习。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讲你跟人安那做伙，你家己的想法无，就是讲，像讲咱讲的自我实现，你未来有想要做啥物无？吼，我就跟人讨论这個，就是问因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开头安尼尔。其实佮讲到你的囡仔，我会记你的心理治疗所名叫做享受美光，是，迄名听到无单纯。听讲灵感嘛是为恁囝来的，是吧？是，我嘛感觉足惊异啊！都一届嘛吼，阮迄是大汉的，然后爱大汉的，靠哲学家的气质，伊都一届，伊阵读大班嘛吼，伊读大班时阵，吼我就去接伊下课嘛吼，下课了我就等伊，我就等伊厝遐嘛吼，这样等厝我就搭碰伊遐的在困嘛吼，困变起来时阵，有一个囡仔坐伫遐翘脚。练水球，反正就翘脚坐伫遐嘛吼，手骨杀一个手机吼，佮边佮放一个饼干啊，佮一罐饮料伫遐吼，伊可能惊我甲念嘛，讲伊耍手机啊呐，伊就先讲，爸爸，我在享受美光。等下你讲的是一个幼稚园大班，大概五六岁囡仔，对，伊在享受美光。哎，就是家己当面准备物件，坐当面咧。很悠闲啊，那地方吼，啊，这样我讲，我不然讲啊，享受美光，这感觉不错嘞。讲另外想着讲啊，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光，任何时阵拢是当爱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光。说还是我搁伫病院嘛吼，讲爸爸另有一天我拿出来家己开诊所吼，开治疗所，我甲用你的享受美光来做我治疗所的名，啊，就尾啊，我就家己出来，我就对，我就怎甲号做享受美光安尼。领导
真正是做特殊的，就每个人心思哦，迄心思拢真细腻，阿公嘛真够体会人生嘞。是啊，我相信恁囝是有互你遗传掉啦。谢谢。这样你也要享受人生，阿个有纾解压力的方式个呢。时间已经11:56，今仔日第二点钟，这时间来过了这样紧。我本书伫咧治疗所，伫咧甲心理师开讲，完全无压力感款。希望大家啊听这点钟的节目，嘛是有这种感受。啊，那是有闲，咱唔免去治疗所，去拄着陈正义大哥，咱去惨的拄着伊就好啊。来医生啊，佚佗对吧？吼，有闲乃当透过去惨伊，对当这个消毒一挂压力，安尼诶较好啦，较简单啦。是啊，欢迎吼，大家吼，拢来做惨呐。哦，农业复兴的是安尼，安尼乌白蕉你负责任，我跟你讲。谢谢陈正义大哥，谢谢大家，今天谢谢。本节目感谢有灰金菇、红卡春呀、土壤糕啊、白白白啊，还有水加林独家赞助，感谢收听。迷你君节目感谢萤火虫、白富羊鸡、彩玉、花嘴鸭以及红冠水鸡独家赞助，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再去10点再会，拜拜。